女人肌肤一旦缺水，肌肤就老得快，吸收力跟修复能力也会跟着变差，因此容易出现一些斑点啊、皱纹的部分。其实真正好的保养是要由内到外，不只是外在需要好的保养，内在需要调理改善，才能让肌肤变漂亮、变有光泽哦。